中午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看这个车就停在这个，我就西边就是他这没人住的这个地方路边上，我就是看停着。但咱不因为是人家晃的，坏事他的隔壁的邻居旁边的盖几家的这个邻居他家的晃的了。我晚上回来的看还在这，所以说我就报警。作为一个公民，首先这出现异常情况要报警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我长期受中共脑共迫害，这脑共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抹杀，包括就是煽动群众诬告陷害我，为的这事我多次报警的，你们也知道的。包括他这个，去年的2016年，他在就这家的隔壁这家，他那化工厂的小我污染，把我这故意泼到门口玻璃，就要造成我呼吸道感染，我报警了以后，像你们瑶光派出所到现在没计划处理啊，我几次报警，你们瑶光派出所都没给报案笔录，都不给这个结果，也不给那个答复，一直我不受派的报警，一直我都在反映了，所以说。包括是煽动群众诬告陷害我，就是说这长期的对我脑共迫害，在脑共群众对我公共监控拍，所以说我就赶紧就要报警。第一个是公民的责任，出现异常情况就要报警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不受住中共长期就是脑共迫害，在脑共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拍。你想想，这停了，这不安全呢。在那个仿前路口往西一点。那是，那一次就是他这小化工厂里，他跟他的玻璃胶桶晃来着，他给玻璃胶倒了，然后他桶拉跑了，然后他又我报警了，以后你们警察不找他，到底他又来说找我事，说你这个说的这个，我那个玻璃胶桶放在这个地方，不在我门口，他说我有监控这里。你扯别的事情啊？就是我说一下，我就扯什么？这个多次，我想你瑶光派出所多次报警，你们没计划处理的多了。你报警的事情之前是谁处理的？你找谁处理？啊，对呀，我知道，我一直在控诉了，包括向幺二九那个多次打电话，我都有证据，都录音录像的呢。我多次反映对上面投诉的，你包括对我的迫害谋杀，大量的证据。在常州的长期，我暂住八年，就是长期就是在常州暂住八年，一次被抢劫打伤殉职，打伤打伤，交警砸我车，辅警砸我车，流氓地痞砸我车，交警扣我车，城管扣我车，对我和家人进行医疗一次的医疗迫害谋杀，对我进行一次的机动车谋杀，这大量的我不是报警多很多次，我报警，好多的连报案登记都不给啊，基本上的对于事实证据的迫害谋杀就是证据都不给啊，报案登记都不给啊，现在这两天我的报案他们才给。包括民办所的跟那这才给这个报案登记。现在跟你讲，你报警受理报警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正在给你处理。这不是我做一，不是我做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，我的这个义务，知道吧？我不跟他慌的，不在我门口，也没交给我。他是在这我旁边，这个就是看到有异常，我就报警，这公民应尽的责任。我这跟你说，我受迫害者是一个附带的，懂了吧？你附带的事情有受理的人，按照受理人处理，对，是不是？我首先现在你报警的是这个事情，我现在过来处理就是这个事情。对。至于你讲之前的事情，因为我不知情，对吧？你叫我现在跟你发表什么评论？或者说帮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？我没需要你那个，那个我都有证据的，都有录音录像的啊。我出警的时候，你就出警的事情，对吧？这里。我看你写的什么。登记一下。让哪签字啊？等签字是吧？写个名字，你后面写什么？吕先生报警。好，行。别的就没。你日期填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你日期填了吧？他万一他这个不知道咋回事了，他这个晃了这半天在路边，你看他在路边的。哎，
我看你的日期写吗，领导？写了。我看一下，你看我，你让我看一下写没写，我忘了，给你登记，我日期就忘了填了。写了。我看。跟你说写了要你看什么呢？你看我报警了，你让我签字了，我怎么不看你呀？你，我看你这个，既然是我报警，我都签字了，我说你让你我看一下日期有什么呢？是不是日期啊？这个？2017年11月12日，对。对，我就算我报警。哎，领导，我看你告诉你警号告诉我一下，我记一下，我报警都要记录登记一下的。我警号是056701。056701是吧？谢谢啊，056701。056701哦，那我们报了警了，现在就我们就是我就回去我你们就处理了啊。不然呢？啊？不然呢？不是，我就睡啊，我就我不必要在这了吧？如果有人过来领这个车的话，他肯定要找啊。到时候。那我们就跟着说是派出所，我们报警了。如果有人找过来，麻烦你跟他说一下。啊，那这肯定的。这是一个应急应急的，有他找我们肯定问我们说已经报警了，你换了一天没交给人是不是的？你把换在路边的无人的地方，我们还不知道是干什么，是人偷了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是不是的？所以说我们要报警了，是不是的？啊，那就这，那不说再等也行。嗯，你说他是他家的，他肯定停他门口去了，是不是的？他们照顾他了，不可能停在这几家都没人住。也有可能临时办事的停在这也会的。那他不会真的，他有急事路过这里，或者车子没油了停在这也有可能。那他不会停到这个地方的。那谁说的准呢？嗯，那谁说的？公安系就有可能。而且我家的监控这个地方都照不到，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我那监控有死角的。没有拍照的，他办事，他是熟人，他肯定要照顾一下了。谁他是熟人，他是肯。他要是办事，他肯定停在那个路边，他也不会停在这。停在路边，怀疑人知道是，肯定是有事的。
你看他家里，我连问都没问，我都知道不是他家里的。要他家里停他门口了，要跟他打招呼了。这都没人住，这三家都没人住，就是我那家东面是我住的，这家他有人住，就是。啊，这三家都没人住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认识那个潘静静吗？你是谁呀？哪位啊？啊？你是哪位啊？啊，你认不认识那个潘静静吗？什么？潘静静，你认识吗？黄静静。潘静静，认不认识？唐静静。唐静静，我不知道呀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知道是吧？啊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你不知道我叫什么，你问我认识谁？我哪我知道谁呀？你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告诉我。你叫做吕清凉是吗？吕清凉？啊，不是啊。不是吗？吕清凉是吧？我不叫吕清凉，我哪叫吕清凉啊？啊，好吧，哎，再见。嗯。啊，是不是好像是国外的打的？我是哪的？我都不知道他。我都没看清是哪打的。0871也不是国外的呀，也是国内的。我拍拍警车警号，我一报警，我都要拍警。不要跑我们警车上去啊！我当警车干嘛？我拍你警，我拍你那个警号，警车的警号。你警车都在关着门，谁能进去？能进去咱也不敢进去，你晃在路边，没人敢进去啊。嗯，我拍你警号，每一次报警我都要，我警号也在那个警车也要拍，这个那啥都要拍。在那个警察那个那个报警出警现场都要拍。这还有那个这就要个。这条要大一点的三轮车才能拉来，小来拉，找人过来拉了。嗯，小来拉不了，你拉了他谁要找了是谁晃在这，他问我们就告他，这报警了，这到阎王派出所去拿。
他不认，我估计不认停的，要是停了他找一家人，就随便找一家人问我得停在你这门口是吧，告人家一声。现在都7:35了。7:35了。那你们忙吧，我去上，我们吃，我吃饭去。